中国和澳大利亚于2009年签署了关于文物保护的谅解备忘录。此后，澳方于2015年向中方返还了一件文物。此次澳方再次向中方返还4件流失的文物艺术品和1件古生物化石，我们对此表示赞赏。这是中澳在文化遗产保护和流失文物追索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合作，也是中澳民心相通的生动实例。